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根本读不出来那张记忆卡，或者是你插到电脑里，你的记忆卡发生一些问题，档案损毁之类的。那甚至是你需要格式化整张记忆卡才可以继续读你的记忆卡里面的资料等等的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像是我们记忆卡。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最常遇到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档案，What the heck？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